我想今天这三个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好，对，他们根本就在霸凌黄靖伦，对，轮啊，就轮啊，黄靖伦轮流抽他。我跟你讲，残酷舞台才能晋升出激烈的最好的最优秀的，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面对现实吧。对，我们秀兰玛雅老师请。我觉得志豪你很有企图心，想要好好的往上爬，情绪很浓厚，然后在前面这个主歌的铺陈是很细腻的。我最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句，吼吼阿嘎丁吉吉嘿阿嘎，高音上去的很漂亮，还带一点气音，然后那种气氛就让人家觉得你好可怜哦，那种感觉很好。哇，这个角色你有机会了！哇，秀兰玛雅老师用什么功力？哇，你好快！你可以把牌黄牌弹出来。我吓一跳，有这种事，表示就是说你的努力是有成果的，就是你有 touch 到我的心，那我感受到黄牌不会再拿的那种感觉。只是说因为你想要把它唱好，所以你有一些地方啊，像是该冲的地方你都有冲，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冲过头，冲过头的话就变成说真的声音就会有一点点的飘。如今变成一夜一夜的怪灯心，啊，随风去，啊，我想要爱你。所以就是要注意，就是想要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，注意音准不要冲过头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洪靖耀老师请。好，我觉得你这个歌的歌名呢，就送给黄靖伦好了。命中注定，你今天不能讲鬼话。因为呢，自从前几周你们的分数大概都咬得很紧，其实都在伯仲之间哦。好，那今天志豪这个歌适合你的。但是今天的声音状况会比较有一点点，在高音的时候虽然有 punch， 但是它是其实是有一点点快接近那个，好像是已经磨到一个有点会闻到烟味的那种烧焦，哦，已经到顶点了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，比如说音准，或者是有一些刚刚老师在讲的说，哎，好像会觉得说拼过头，哎，不稳。那可能会有一点点，所以我认为分数都不会差太多了，你们应该都会咬得非常紧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，加油！谁会在高分当中领第二张黄牌呢？来，曾志豪这首《命中注定》能获得几分？评审请给分。这首台语歌曲得到老师们的好评，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是多少？继续往上爬。分数是91.9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继续加油了。所以挑战他的是92.1的杨倩石，谢谢三位这么高水准的表演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请休息一下。好，哇，这三个选手把我们要来参赛的选手的高墙已经高高筑起了。对呀，接下来没有人敢来了，完蛋了，找不到选手来，基本起跳92，没有就再见了。对呀。这个有点难，91.9要记黄牌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游戏规则了。是，就是我们舞台的标准越来越高了。那要救他的就靠黄靖伦了。没错，不是啦，也不是这样讲啊。对，他也是一个对很重要的人。那就看他怎么表现。希望他好好表现。